好，压抑。OK，我们做background sound，OK，background音阶声音这样，要有气氛，要压抑。哇，高难度OK，有一点点声音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小猪来做一些调整，OK？大家听到吧？好，大家可以听到现场听到电视访问哦。 不同不同不同，那这每个年龄的不一样的那个配合可以有，有些可以当老婆的，有些可以当那个女朋友，那有些人其实当那个外遇的。这段时间也不断的来新加坡吗？这两个月都已经来了很多次，所以在新加坡的话，你一般上会做哪些事情？最喜欢去哪些地方？去哪些东西？以前刚来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，可以去乌节路逛街，完全没有人认出来，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走。 可是没有办法出去逛街，啊，所以就在饭店里面上网啊，然后看那个网站，然后就不睡觉，看电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比较少会有就是人出去玩的时间，对，现在不管在哪里都一样。那如果有呢？真的有机会让你做一个出去的话，你会想去哪个地方？去哪个地方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新加坡没有朋友，就是他们会带我出去玩嘛。 如果真的要去的话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我们的摄影师还有 Maggie，还有谢谢小猪。